伍瑞先生现年93岁，生长于务农家庭，为人忠厚朴实，平时待人和蔼可亲。虽然没有庞大的事业和家财万贯，但他身上最珍贵的价值就是知足常乐、乐观进取。结婚后，对于妻子，他是个体贴辛劳的好先生；对于孩子，他是全心全力付出培养与奉献，给予最好的环境、最大的父爱的好爸爸。在邻里间，他是个热心助人、认真负责的好男子汉。他常把慈祥的笑容挂在嘴边，因为对朋友真心付出、真诚待人，因此他人缘很好。伍瑞先生育有两子两女，凡事以身作则。四个孩子受其人格影响，各个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美满。长子是中华电信退休工程师，现从事于农务工作；次子则经营华银科技公司，担任董事长。长女及次女结婚后皆为务农。吴瑞先生虚心的态度，知足常乐，珍惜身边的所有人事物。他努力的尽责扮演他生活中的角色，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，足以证明他是模范父亲，特颁为本乡模范父亲。再次恭喜吴瑞先生，也邀请我们的园长乡大家长李明明为咱敬上一两品。谢谢我们的李乡长，再一张。谢谢李乡长。各代表，现在是咱广州乡乡民代表会我们的代表陈胜元，陈代表为咱敬上一两品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陈代表。各代表，现在是咱广州乡农会总干事我们的林美荣李总干事为咱敬上一两品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李总干事。各代表，现在是咱来到川，我们的村长吴国章，吴村长，欢迎上台敬上一两品，欢迎村长。好，谢谢吴村长。那我们邀请亲友团以及亲朋好友们上台献花以及拍照合影留念。哇，我们亲友团非常的庞大，我们是不是再次的给吴瑞先生一个热情的掌声？哇，我们吴瑞先生现年已经95岁了，身体还是非常的硬朗，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。前面围蹲，前面围蹲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往中间靠拢。好，我们一起看镜头，来，模范父亲，赞。好，再一张哦。好，谢谢，再次恭喜我们吴瑞先生，也谢谢我们的亲友团。